这么大一块牛排，码头这里啊，把它扔进大海，看有没有鱼咬啊，看一下哈。刚才那块牛扒已经放了一个小时了，已经响了纸气，但是我不管它，可能是小鱼什么鱼的，没有什么大鱼，因为大鱼的话呢就很厉害了。我现在拿开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啊，看牛扒吃了没有，吃了多少。我现在就很期待的看这个牛扒到底吃了多少，看一下有没有吃啊，还没有啊，有没有搞错，这么大一块牛排啊，怎么还剩这样子啊，还是没有什么啊，一点改变了没有，我就换掉你了，放到这大海边喂鱼了。 OK， 完成历史的任务了。